每一滴水折射出一个世界，每一条泛着清丽旋律的小溪都闪烁着美的光辉。面对此情此景，让人不禁想要打水漂。下面有请一号选手。二号选手。三号选手。四号选手。不好意思，你有毒，你把话要转一下。有点难，紧张了。四号选手对嘲笑，四号选手崩溃。One hour later， 四号选手不放弃。Day two。 啊，来了。三号选手沉迷于打水漂并勤加练习。怎么那么搞笑啊？三号选手提出打水漂大赛，唯有四号选手敢应战。叫妈妈。哦，还可以哦，哇，已经不错不错不错，四个厉害厉害。